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Bonnie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打理前院的一个过程。因为其实我们不是那种特别会打理院子的人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想彻彻底底的把院子稍微整理的，不说非常好吧，起码干净整洁一些。所以我们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，然后看看怎么样能把院子稍微打理好一点，然后弄一个小小的可以种花的一块地方出来，然后这样。哎，也更让我们觉得赏心悦目一点吧。我们就看看最后效果了。铺砖，就是要把那个砖头中间的缝也撒上水泥。最后一步就是用这种 mist 的状态，然后在上面。石头上面喷上水，然后它很快就会结成水泥了。喷多久呢？久一点会好一点吧。这样，这块就弄好了。到时候就可以种花了。现在我们就是暂时买了这四盆花，哦，还有这个已经吊起来了。然后看看待会儿种哪里吧。我刚刚发现，这两只小家伙在窗户这里偷看我们。六只，七包，你干嘛呢？你们，拜拜。